今天原神和支付宝的联动上线了，给你们看看30秒怎么拿到80原石的呀。打开支付宝搜原神，第一个活动点进去，一共需要360个里程兑换上面所有的道具。不过相信大部分小伙伴和我一样，咱们的眼里就只有这个还有这个。点击右下角攒里程，里面的任务点一点啊，看一看右下角还会出现一个帮你计时的球，挺不错，蛮人性化的哦。那因为我白天出门了，刚从外面回来，所以白天用了支付宝坐地铁、坐公交或者支付打车费用都会给里程，我一下子就积累了好多呀，你敢信？下面让我直接进入兑换阶段。那这次是限量800万份原始的活动，所以看到本视频的小伙伴们记得赶紧给我点个赞，然后打开 APP 去领取吧。不过每个 UID 只能限领一次啊，所以如果我用我妈的支付宝再领一次奖励的话，应该是兑换不了的吧。那兑换完毕之后啊，点开卡包找到优惠券一栏，就可以看到每个道具的兑换码了。好了，希望最近这些轻松就能拿原始的小活动多来几个呀。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